欢迎回来，现在是和服第一天的下午3:30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会不会被打得很惨？具体情况我晚上再说啊。然后今天确实是有这个双倍充值的啊，我们先去打罗兰 BOSS，我们在这儿可能会被揍得很惨。啊，这里有人要插一个1000的旗子，这里我们杀人其实也能杀得很爽，但是被揍了也会被自己揍得很爽的。哇，有了这个1000次的旗子，这是博爱插的。哇，我这五滴还没有放，这死得太快了。风雨无烟，哇，9000万输出，我们才有100万，我们这个差距有点大啊，这太恐怖了。我们晚上人会多一些，我们曾经打 BOSS 也打到过1亿的输出，真的是晚上人很多时候啊，白天差距还是太大了点。我们这次不仅是前面几个高手之间差距很大，后面的中间力量差距也很大。这个的话问题就有点大，他们毕竟是一区，有很多积累的，合了很多蓄了，应该已经啊，第一名烟某已经1亿500万了。本来今天刚上来的时候是9600万，然后龙行现在是第一。我们这个复活次数是够的，然后我今天呢会多收点钱啊，充个1万，让我看一看，我觉得是时候站出来的。今天看晚上情况，我觉得说不好要充2万都有可能的。如果充2万的话，我之后几天就少充一点。一直在被眩晕，被揍太惨了。我们是1亿的输出，我们现在呢？我们这里跨服都没有对手的，就是没有跨服的敌人。那以后拼这个复活旗子拼的就比较多了呀。这样我要尝试着优先攻击怪物，顺便揍一下怪物附近的玩家。这看不到我们输出，但我们输出肯定是有2000万，了不得了，因为我们被杀得太快了，这输出积累不起来。哇，人家1.4亿了，豆腐哥他说起来就死，之后也要长期奋战了呀。这个烟某可真的不是等闲之辈啊，感觉。看到点点了，看到了吴老二，看到了不悔，哎，但是豆腐哥我也看到了，但是俊哥和妮可我没有看到，没有他们俩好像就很惨。我其实现在血量不低的，2000万的血量一点都不低，但我照样被揍成一个麻瓜。9连胜啊，第一个9连胜，等我今天充钱之后，明天应该就好打很多了。说实话，这个游戏复活其实不怎么费钱，然后拉令的话，我看一下，拉令本身是不需要钱的，所以这个游戏还是这点上面挺良心的。6胜、8胜，你看我就宰8个人差不多了。哎呀，我死了，11连胜，没了，被龙乖乖击败。哎，他们这个输出被打下来了，我们是后面又来人吗？找找，我没有看到俊哥和米可，姐姐大人也在。哎，我们是600万输出，还有清风阁，清风阁是跨区的吗？一会儿去看一下，这差距太大了点，所以我们估计3个 boss 都要拿老二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排行榜，排行的话，我们现在就我差他们差的有点远。麒麟是9200，麒麟和龙星他们还是要玩的，他们估计会去充钱。烟某也不是个等闲之辈，所以他估计也会充很多钱。然后俊哥、我、米可，我们到时候看一看。然后除了我以外的，你看一下后面6000万的3个全都是他们的人，这中间力量就很足。包括这个长哥在上边，但是4000万的他是龙星那边过去的，然后剩下是我们3个。我们这边不悔、点点、夕瑶，这个不悔都到4000万了，夕瑶3600万。其实我们后续力量不是很足，又是他们的。你看这里2000多万的有很多他们的，我们的人就很少了，前50，后面几乎就没有。啊，吴老二、风油边这些人太多了啊！这个不像破苍穹已经是第41名了，这太激烈了吧！这个怪被拉扯了一下，现在他们输出降了，只有5000万了。等一下，不对，是我。尼克，神兔大佬来了，神兔大佬来了，然后俊哥来了吗？把他们打下去了，哇，从14打到了6000万，可以了，不是我一个人孤单战斗，不悔在旁边，你看骑着这个摩托，
姐姐大人在旁边。两局就还差个俊哥，然后我们这个战力再提两天，我们就会很不一样了。我们可能两天之后，两三天之后，我们全部人战力就过亿了。就是我们三个齐头并进，到时候局面会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改观。好，没有了，这里没有看到这个 boss 最终的伤害是多少，可惜我们是第二名，没有问题啊，得要尝尝这个第二名的滋味了，不好受啊。这是长歌的唱歌，我的1000次的复活旗帜就用来等到以后去打晚间 boss 的时候，那时候可能很激烈，留到那时候再用。这怪物死得真快，因为刚才打的那个长风它是血量最脆的，那这旗子白插了一个没关系。然后这里我需要买个旗子，哦，这里有旗子了，有500次。看一下这鬼鼠风右边有10000了，这还有400血，我肯定是能够拿个第二的。这里看一下这个跨服的对手，跨服现在我们没有跨服的对手，跨服界面里面就只有一区。这个我觉得要么是被这个游戏针对了，因为这个游戏可能就是觉得没有人配做我们这个跨服对手，要么还有一种可能啊，就是游戏刚合服可能有 bug。 然后我们这里看一下，哎，他们风月无边是有 8.6 亿的战力，我们 WCW 是有 6.1 亿的战力，龙特万里有 1.1。 主要是他们今天合区了，今天龙星一进来就盲跌的进去了这个一区的他们工会，进入了这个风月无边，就跑得贼溜，很快就跑过去了，刚合区就跑过去。就我10点多的时候上线，然后他已经在那个工会里了。哇，这个输出已经打到2亿了。我觉得这样一种情况下，其实我做肉，我觉得只是抢个别的 boss 好一些。在这里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我扛没有太大作用。如果说我搞一个强输出，去把他们中间力量人怼一怼，其实也有用的。但是那样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什么人打这个 boss 了。反正我们打人和打 boss 只能打一个，打人的话就没有精力去打这个 boss 了，就反正。我差不多每条命能够用一次无敌，我感觉我这手机号要报废了，一直有骚扰电话在打我，因为我自己在深圳有一家公司的，其实是一个空壳公司，就是没有实际的收入，主要是为了注册网站的时候使用一下。但经常就是所有人都能在网上查到我的这个电话，就会有些推销业务的打这种电话就很扰民。这2亿的战力还是很顶的，我们预测是第二名没问题。但我如果打 boss 的话，我不搞这个血量的话，我在这儿站都站不住，就完全就站不住。而且我站在这里其实分担了他们很多的普攻输出。龙星还差了一个1000次的旗子，就很厉害。我在专心打 boss 啊，所以没有能够连斩很多人。这龙星，我今天晚上让他生不如死，我会有针对性的调整我的这个装备，从而让他打我身上的这个输出明显少很多。就是稳稳的第二名了。点点在旁边，然后姐姐大人在这儿，我们这个复活次数还差了一点点，不是很够用的样子。我们现在在他们中间力量很强的情况下，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把这个战力拉起来，让他们中间力量等同于没有，就只能打一个这个控制和输出，然后碰一下就秒死，只能是把这个战力拉起来，这样子揍他们。没出来。打 boss 没有伤害，其实是死得很快啊。我们打这个 boss 刚才看了一下，没有伤害，一点伤害都没有。我们三次已经用完了，所以和他们说一下，这个的话，因为楼兰它不仅仅是中间有一个 boss， 其他的除了这个中间这个公共资源区，其他还有龙魂一斧、龙魂二斧，这些是有首领的。有人刚才是去碰了一下龙魂一斧和二斧的这个首领，导致我们有一个次数被使用掉了。然后首领奖励，我们是第二名的护心，其他的没有吗？其他的 boss 竟然都没有，好奇怪，我们之后再研究研究吧。
在抢下这个碎片，这里拍卖已经开始，还有20秒，20秒的话，这个碎片就只有一个，这个需要采抢一下。三杀喵灵我们之前已经有了，一会儿点了这个再去点这个装备。装备的话其实不着急，不要一口价秒，一口价秒不划算的，就秒一下这个沙海夕照就可以了。零，好，可以了，装备就不秒了吧。剩下兽甲先秒一下，其他的兽爪兽灵，哇，现在不是第一的话给的装备就少了很多呀。好的，先这样子。这个对面的这个人其实也挺会嘲讽的，他刚刚说怎么了，我们压力很大啊，刚才罗丹差点就输了，这个是学小欧的语气吧，哈哈。我就告诉他别着急，不是嚣张吗？怎么不是嚣张了？人家说了月底让我们单机。这里对面小垃圾有点嚣张，他说刚差点就输了，有点怕，吃了个冰棍压压惊。我说是啊是啊，晚上就充钱了。他说我们11区一个会打你们几个区的，收了9区的人，然后底气是足，9区人都去，他们其实是集合了3个区的，就1区、4区、9区，他们最后合成了一个会，我们11区的打他们3个区的，给我们信心好吗？输了就说人少，开去晚，抱大腿，别一个月吧，不然不够时间搬砖。听他们这样说好慌啊，现在砖烫手，搬不动。如果输不起，找借口多说无益。我曾不点点说，我曾记得某人刚合区的说打不过跟你姓，现在他们会呢，会都不在了，是吧？没证据的事少掰扯，限制越多才有挑战，跨服的不是都没了吗？还是3岁明白，咱们这几个区何会说这事儿瞎掰，自己问问王八，他说没说过，如果愿意就少说两句，早上我们说了一早上了，下午让他们说一下，哈哈，扯平了，何必嘴里不饶人。几个区的啊，这句话我没有看到，如果去看到的话我就不会说下面那些话了，几个区的合起来打我们一个会都够你得瑟了，哈哈，输了别找借口，谢谢，我们老大胸襟广阔，海纳百川。哎呀，我们这边就是太聒噪了，别说一些井底之蛙的话，哎，别出来丢人了，什么什么打不过就要找借口，我是从这儿才看到的，打不过就要找借口，何必呢，累不累，有这时间不如睡觉，还出来丢人，我就叫他别丢人，回去吃奶去吧，连个怂的都打不过你们好意思提。我就告诉他，小宝宝我今晚充20000，你至少也充2000吧。然后我微笑就说，你们说这个策划高兴死了，走吧，20000出来丢人现眼。早上的口气还以为要充20万，然后我就说哈，我月底会充到20啊，现在只充了13.5，最好把老婆卖了来充。我就说我就是花钱做你这种人的，然后这个最喜欢被钱砸的感觉。刚才聊天的时候有点上头，他说现实中被欺负多了来这砸钱秀存在，我说我能秀你能吗？然后去搬砖去了，哎呀，其实不太应该刚的。然后我后面还吹，我说我是我们这3个人里面最穷的，一个月也就8万的收入。他说一个月8万也要充20的话有点太困难了，是不是？我说没事，不就是为了乐吗？你是我大哥，卖把武器给我刷礼物啊！这个我没有打广告，但是微笑在说直播的事情。其实，哎呀，就打了打嘴仗，看到那个人说我们这边，我就有点不太服气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是7月23号晚上6点啊。首先呢，我要在这里叫叫人，因为今天充值是有双倍的，所以我打算叫他们进来，一起看一下这个直播。那我打算多叫点人，这样的话我就在我所有的群里面发红包叫一叫人，然后这个群里吧，就是发一个这个群通知，再发100，把红包就发20个 ，OK 了。来，欢迎捧场。然后之后是这个群，好的，然后再去 QQ 群吧。QQ 群我的 QQ 群比较多，首先是反正就是在这等等人了。主要是我们每天开播都是7点钟，今天提前10分钟就是为了多叫人啊。这里先发一个红包。也是100块，20个啊，这个群人有点多，欢迎捧场。余额的话用不了啊，只能用银行卡。好的，这个红包领得好快，好夸张啊！好，我就先发一个红包，然后再发个广告。斗罗群也是，斗罗大陆。你看，如果我用这个余额的话，它就会提示我这个交易总额超过10万了，必须要完善实名。但我完善好多次，它都不通过，或者我不知道怎么样通过。OK， 这个群好像领的慢了一点，这延迟有点高啊，没有办法，直播就是这样。然后再去什么光遇群来发一个。哦，这个都没有人领吗？哈哈哈，还是人挺多的。然后在剑与远征群里面发一下，剑与远征群啊，点错了，点找回密码去了，发个广告。最后我看啊，光宇还有个2群啊，我的群差不多就那么几个。20个抢太少啊，其实就看缘分啊，非要每个人都分钱，我又不是这个做慈善，知道吧？
基本顶起，对的。然后现在就等人啊，反正我所有的 QQ 群、微信群都发了啊。一般的话，微信群不想发的，因为就是不希望专门有人为了加微信群、加我微信，然后来抢红包。QQ 都是外挂，QQ 不是的，QQ 好像很少。刚刚你看那种外挂，应该是一下子就给那个红包给抢掉的。今天要冲榜一是的，今天我试一试。我今天充2万的话，会有40万钻石可以用。40万的话，我觉得比如说4000块钱，平常4000块钱可以加个2-300万的战力，然后4万的话，差不多是加个2-3千万。我现在是8000万的战力，所以我今天估计能够搞到1亿，觉得这次是需要我起来了。然后大家再稍微等一下啊，我先在这儿再等等人，充5万榜1，应该是充2万就够了。这次刚好是有双倍充值，还有充斗罗，斗罗暂时没有需要充那么多钱的活动，抢不到榜一的那么多套了。哎，其实这榜一啊，假设我今天抢了，我还是会比别人抢回来的。活动其实还可以，一会儿我带你们进去看。今天我研究了一下，对，我觉得今天我应该可以到1亿的战力，望 不客气啊。我们现在等现中正式开始。